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。小趴带着友友们一起去抄家了，咱们先吃个爱心慕斯，再吃一个林卡，然后带着十几号人一起去动荡之城奥利给。还是熟悉的配方，咱们又拿着砍刀开门了。这家没有金库，所以说它的柜子必然藏在这房子里。哎，终于打通了三道门。小帕猜测他家的柜子应该在最上面一层，所以说我先打了地板，果然看到了。于是我把他家21个柜子全打了，然后拿了门牌就溜了。他家的物资基本上把我今天能获得的物资全都给整满了，然后我又抄了一家，满载而归。结果回到营地，发现有一个武装的武士在我们营地卡里岛抄家，小趴干他。我却发现我打他只有10滴血，我操，没办法打，我关门了，咦，怎么办？快往里跑，往里跑，哎。往里跑，再往外跑，这人好像没打我，但是我还是倒地了。后来小趴就跟他单挑了一把，因为我觉得以我的 UZI 打他的话还是有。还是有难度呀，打他10滴血太难打了，而且我的甲还是新手甲。后面呢，我们的忠诚大佬独孤九剑又跟他跑到离岛桥那里单挑了一把。哎，在大佬面前，这个抄家贼果然经不住打，一会儿就败下阵来。九剑现在的配件应该快全期了，对面的配件也不会太低，小帕的配件才4个6，想想都难受。不过抄家还是能抄家的。好的，我是小帕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